巴勒斯坦14个派别举行和解对话，签署北京宣言，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希望与未来，也是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、实现中东和平稳定的重要一步。巴勒斯坦内部和解的关键是坚定信心，把握方向，循序渐进。只有不断凝聚共识，并将之付诸实践，和解进程才能越走越实，内部才能更加团结统一。和平不会一蹴而就，但只要方向是正确的，就应当持之以恒，毫不动摇地走下去。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，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，我们看重的是道义，主张的是公正，始终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，支持中东地区国家人民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中方将继续践行全球安全倡议，为中东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。